秦秦，你真的没事啊？放开，放开！我又活过来了，我又活过来了！我真担心，如果我活不过来，你怎么办啊？放开，放开！哎呀，莲蓉，我虽然我不是幻魔宗，但我也能看透一个人的心。他醒来后第一个找谁？ 最在意的就是谁。我都说了，人心是会变的，变心本来不好，但这一次变得很好。芊芊，你为什么哭了？ 你怎么哭了？别哭啊！我爱的是雨欣，也是雨渊，从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。你在说什么呀？ 是你曾经爱上过别人，你变心。对啊，我变心不爱他了，是不是就变成负心汉，薄情郎？没有，你忘了，是我跟你说的分手。你是因为没人对你好，我又对你好，你便喜欢我了。其实我对所有人都挺好的。 我喜欢霸道点的男人，不喜欢你这种。最近我们那儿新来了个师弟，我挺喜欢他的。很难过吧？他不喜欢你这种。 那你呢？我喜欢你这种。我也是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